我是一个来自外星的女孩，柴小七。她是一位地球的霸道总裁。这个是给方总做的特餐，知道吗？让一下。哎，外卖好好的，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。知道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做饭啊。是猪吗？奇怪，怎么他一再就不理我？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打算纠缠我到什么时候？谁纠缠你了？小七啊，你知道吗？在地球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：打喷嚏、贫穷，还有爱。做我女朋友吧。自从我在咖啡厅第一次遇到你，我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你。我是不会喜欢你。是因为方烈吗？哥，你知道吗？只有跟小七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会感觉自己命运重要。小七啊，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骗不了人的。